燕如观玉，明察秋毫，掌管刑狱，江湖人称玉女判官。没有你说的那样。你们这是打架？你不嫌我碰过的东西不干净吗？我不是也被你碰过吗？你俩真是比看画本子还有意思。像王爷这么好看的人，得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才能与他相配呀？王爷，你惨喽，你心里有人了。素花，这是胡之子割来喂猪的。这不是讨好女孩子必备的步骤吗？你还真是经验丰富，都讨好什么女孩子了？也许别人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。恭请大小姐回家。锦衣，谢谢你。我愿与你朝夕相伴，照顾你一世周全。楚楚，你太好了，聪明公正，办案的时候耀眼的像太阳一样。我是个仵作，和你的出身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不求功业，不求声名，一生志向唯有冷月一人。我绝不会放弃你。楚楚，也请你不要放弃我。她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，我怎能不喜欢？